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おへそがキラリ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チャラピーチャラ踊るパパリピーチャラピーお腹が減ったよ。山田的书包，早上好啊！大家好。哎，山田，你的书包呢？不会吧，山田，你来学校居然忘记背书包了？哈哈，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就已经没有背书包了。那就是把书包放学校，然后回家喽。哈哈，就是这样。真拿你没办法，山田还是老样子。耶。没有啊，不见了，我的书包不见了。哎呀，真的找不到了。喂，好好找一下嘛。喂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山田的书包不见了。哎，我的书包呢？丢到哪里去了呢？真是没办法。啊，到哪里去了？这里也没有啊。哎，到底在哪里？冰冰，你也真是的，怎么可能会在那种地方嘛？啊，对了，山田，昨天借给你的植物图鉴呢？图鉴？啊，橡子，借给我吧，借给我吧，借给我，借给我，好不好？啊，喂，山田。哎呀，我没有还给你吗？你还没有还给我了，还有，那是小玉的书。肯定还在你的书包里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不，我们都在找山田的书包呢。昨天我和山田一起回家的，不，路上他还好好的背着书包呢。不，真的吗，猪太郎？既然如此，在回家的路上找不就能找到了吗？但是我在路上到处闲逛，所以早就不记得丢在什么地方了。山田同学，就是因为你在路上闲逛，所以才导致事情的发生。应该像我一样，放学之后马上回家，直接马上。痛痛痛痛痛！同学们，请大家回位子上坐好。哎，山田同学，你怎么了？报告老师，山田同学的书包不见了。那可真是麻烦了。山田同学，那么今天就请你和你的同桌一起合看书本吧。书包里有很多重要的课本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书包才行。嗯，山田那家伙到底把书包丢到哪里去了呢？胡之子、芒藏、葛、瞿麦、黄花龙牙、佩兰、桔梗。哎，这就是秋天七草啊。最近我总是随身带着这本图鉴，本来以为就是普通的杂草罢了，但是记住这些名字之后，在路边看到时就像遇到朋友一样开心呢。哎，真好啊。那这本图鉴可以借给我看看吗，小玉？哎，就借我一天嘛，拜托了。嗯，给你吧。真的吗？图鉴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山田的书包。好了，山田，去找书包吧。嗯，小丸子真好呀，还在为山田书包的事情担心呢。没那么好啦。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找吧。嗯、啊，你们看呐，我找到了一颗漂亮的石头。喂，现在是捡石头的时候吗？哎嘿嘿，哦，这个，这是我昨天回家路上捡到的石头。
说不定书包就在捡到石头的地方呢。山田，你在哪里捡到的？没找到啊。真的是在这里捡到的吗？啊，我找到了。你们看，因为没有办法全部带走，所以我就藏在这儿了。因为那是石头，所以只能放在这里吧。你口袋里还装了什么其他的东西吗？是橡子。不，喂，猪太郎，去年我们在公园里捡过橡子吧？一定在那里。好像没有看到橡子掉在这儿吗？但是去年是在这里捡到的，没错呀。是橡子啊。这个叫做包粒，不是屁哦。山田知道的真多。图鉴上看到过啊。要是橡子没有掉在这里，也就是说这儿没有书包了，可能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吧。想起来了没有啊，山田？这是什么？那个是……站住啦，站住啦！搞什么不？住手啊！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图鉴上好像有介绍的。那个，我想想啊。对了，是苍耳，苍耳。苍耳，这个就是苍耳吧？说的没错，那肯定就是在这附近了。找到了，就在那儿。找到了！王伟同学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不是说放了学就应该立刻回家的吗？不知道了吧？我是专程来找山田同学的书包的，这就是我身为班长的伟大责任。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找啊？那是因为我在山田同学的位子上找到了这个。所以书包肯定在有苍耳的地方，也就是说，我玩尾莫南真的是推理太准了。那么你到底找到了没有？可惜我还没找到。去那边了，交给我吧。猪太郎，小心一点。男生真是好悠闲呐。痛！这是怎么了？我昨天被芒草的叶子割到了。芒草？芒草？就是那里，我知道芒草生长的地方在哪里。怎么找得到嘛？我们放弃吧。我的书包啊。山田，不可以，大家不能放弃。是丸子。山田，你口袋里还装着什么有线索的东西吗？先在哪里见过啊？对了，这是葛花，闻起来好香啊。真的啊？我昨天也闻到过这个味道了。在哪里闻到的？我找到了。真漂亮。找到了。我的书包啊。因为我闻到了香味，所以好像在这里睡着了。肚子好饿呀，早点回家吧。找到了，果然是我的试卷啊，太好了。那是什么？没什么。
是冰淇的零分试卷。零分？冰冰，原来你是在找这个吗？其实昨天，我回家一看，发现是山田的试卷，怕被别人看见就糗大了。是这样啊，是我搞错了，对不起。山田，我的东西也快点还给我吧。可是这里没有图鉴呢。小丸子，你说的那个图鉴是？那个其实，小玉，对不起，其实那个图鉴不是在这里吗？你看。为什么？昨天你不是已经还给我了吗？而且还放在了我的桌子上啊。难道是山田把小玉的桌子和我的桌子搞混了？一定是这样的，对不起啦。在寻找书包的过程中，小玉的图鉴一直都在小丸子身边。回到家的时候，秋天的太阳早已落下。丸子，怎么闲逛到这么晚才回家啊？双层床睡哪一张？早上好。怎么了？我脸上粘东西了，还是头发睡乱了？为什么大家都在笑啊？被姐姐叫起来一起去看你的样子。大家看到你的睡相都不想叫你起床了。真想让小丸子看看自己的睡相，不过自己是没办法看到自己的吧。什么嘛，太过分了。不要用睡脸搞笑了。姐姐，以后再也不给你看我的睡脸了。那也是没办法的，谁让你总是在睡懒觉呢？可是姐姐你自己的睡相也很差呀。我可比不上你呀。哼，姐姐的脚也会踢到我身上来。那你的脚不是也会踹到我吗？超级讨厌。睡在姐姐旁边我早就厌烦了。这句话是我要说的。真是的，让大家一起来嘲笑我，就算睡相差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。就是啊，小玉家就好了，可以一个人躺在床上睡觉。睡床上我也很羡慕啊。我也是睡在床上不。猪太郎也是吗？和父子睡在双层床上不。双层床还有梯子呢。要爬上去睡觉吗？真好啊。我让父子睡在上铺，我睡在下铺不。我也觉得上铺好啊，双层床也，这样就可以不用和姐姐并排睡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该多好啊。小房间能放下两个人的床，双层床真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啊。爬上梯子就是我的床，枕边放着我最喜欢的漫画和玩具，这是只属于我的世界。床啊，很不错吧？这样就可以不必担心对方的睡相了。确实也是，一人一个房间，我们家肯定是没办法的。但是要是有双层床的话，爬上梯子就是自己的世界了。你准备睡在上铺吗？当然了。不可以，你会睡得迷迷糊糊的。上厕所。我才不会掉下来呢，我就要睡上铺。上铺是我睡的，上铺是我的。算了，反正也不会给我们买双层床，吵有什么用？会给我们买的。我们俩一起去求妈妈好不好？都说了不可能买给我们的。不去求求看怎么知道了。不去求妈妈我也知道。那要是妈妈买给我们了，我可是要睡在上铺的哟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双层床啊，双层床啊，求你了，买吧，求你了。
这种事儿太奢侈了。榻榻米和被子是最好的。我就说根本就没指望吧。上层床，上层床。爷爷，这可是我一生的请求啊，爷爷。我也想吃啊，双层便当。是双层床，双层床，双层床吗？给我买双层床。姐姐，你说点什么嘛？我现在去做我的作业了。小丸子，不管你多么想要，世上还是有你得不到的东西的。怎么会这样？说放弃太早了吧？姐姐，你就不想要吗？想要啊，不过不可能给买的。什么嘛，就是没有一个懂我的人。我要是能生在猪太郎家就好了，至少能睡双层床。丸子，丸子，我真的好想爬梯子。梯子上面的床是只属于我的世界，没有自己的房间，至少也得有个双层床啊。这不过是丸子小小的心愿。好，那我……那你要给我买吗？不。爷爷，爷爷。哇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要睡双层床了。倒不如说点头的有藏要出大事了。没有看存折的余额就点头了。哎呀呀呀。哎，不是双层便当吗？是床对吧，爷爷？不会是玩偶用的那种床吧？不会吧。当然是能睡觉的真正的床咯。好棒啊。怎么办，小丸子？我们房间马上就会有双层床了。知道了，姐姐，其实你也很想要的吧？知道了。孙女的开心就是我的开心。那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给我们买呢？什么时候好呢？那个，因为是很贵的东西，不是今天明天就能。那么这个星期天吗？不行。那么会是下个月吗？不行。该怎么说呢？未来吧。未来，我们约好的总有一天会给你们买的，好吗？总有一天。我们真是白高兴一场。果然还是不可能的，我知道了。丸子，我应有藏可不是一个会忘记口头约定的爷爷。为了孙女，一定一定一定，我总有一天会给你们买双层床。虽然说了那么多一定，还是让人无法相信。第二天，那样的话不就可以给你们买双层床了吗？不过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买呢，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小丸子的爷爷，真的去银行？难道？快走，小玉啊！小丸子，不和爷爷打声招呼吗？看他好像有事，就不叫他了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我回来了。宣传单，放在桌上的。我还看到爷爷从银行里出来了呢。爷爷是不是真的要给我们买啊？那种事不可能吧？我回来了。也能和秀叔说晚安了。早上醒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秀叔。
真是受不了。真好啊，我也要把伤口百会贴在天花板上。你睡在下面哦。哦，什么？不是说了我睡在上面吗？年龄大的我睡在上面。我绝对要睡在上面。你睡下面。下面上面上面上面我睡。干嘛？因为这次真的可以和你抢双层床的上面了呀。真的是耶。对了，小丸子，我们去看看食物吧。哇，要去要去。这个因为是宣传品，所以卖得特别的好，而且只限现货的哟。只限现货，就是说只有这个了。哎，要是卖完了就糟了，怎么办，姐姐？已经等不及了。姐姐，爷爷，爷爷求你了，快点买吧。说是只有现货。那个宣传单上的双层床啊。这个我只是为了记一下街道居民会的集合时间。真让人着急，你不是取钱了吗？你不是放进抽屉里了吗？这个呀，给你们看。彩票。本来我想中奖之前一直不说的，要是这个中奖的话就可以买双层床，不，连五层床都能买了。结果不用说，彩票当然没有中了。虽然被桂花甜甜的香味包围，感觉到很幸福也不错，但是在元廊上大家一边吃着丸子遥想月出，那才是最幸福的了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将桂花放进口袋和小丸子妖的赏月，敬请期待吧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卡塔布拉丘林库，找一道黑。